画面就可以看到南韩直播实况主切尔妹来台展开徒步环岛旅程。28号晚间，她抵达基隆庙口夜市大啖美食，不少粉丝热情上前合照。而切尔妹也在逛夜市时，巧遇一名超厉害的8岁小女童，全程用英文和她对话。马上带你来看一段当时画面。Oh, I speak Chinese, Taiwanese, English, and Spanish. Oh, you can speak Spanish too? Yeah. Wow.Been to Spain before. You've been to Spain before? Yes. Hola. Hola. ¿Cómo estás? Muy bien. 可以看到小女童完全不害羞，用流利的英文自我介绍，欢迎切尔妹到来。过程中还小小展现西班牙文能力，女童惊人的语言能力立刻在网络上掀起热议。而原来她是来自基隆的晴晴，平常就经常在 YouTube 频道上分享影片。8岁小小年纪，英文程度就相当厉害，不仅经通过全民姐终极，还经常在全国性比赛中夺冠。多才多艺的她，甚至拿过爵士鼓冠军。面对镜头，她也大方分享自己的频道，又向外国人介绍台湾。这个是台湾，因为通常很多外国人他们都不认识台湾，所以我就有这个让他们认识台湾，然后还有一个可以有我的 YouTube。年仅8岁的晴晴不止语言能力强，体力也相当惊人。7岁时就曾登上加密湖，这回巧遇切尔妹直播，大秀语言能力，介绍台湾，也让网友大赞是超强国民外交。